静怡，你吃第几碗？妈妈还要再吃。快吃完了。快吃完。他吃碗，他吃一个碗吗？夹。哇塞！我夹过来了，我夹过去。你一个人吃很多面面吗？好，你看我噔噔噔噔噔噔。还小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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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妈妈，我需要一点汤哦。妈妈，我想要加一点这个汤。你先吃够了。我想要先加。那个汤加进去，面面就没有味道了。是我没有要吃够了，等一下再吃的。我等一下再吃够了。今天有吃很多面哦，还不会像昨天一样。昨天怎么样？昨天一样，先把这面板拿去丢掉。真的啊！那你还要吃贡丸吗？可以吃。好，专心吃，哦。专心吃饭，不说话。妈妈，这依依也要吃一些菜菜。哪里？这都没有机了，你没电。有充电吗？我没有看过那一只在充电啊。有啊，我那天就是给它充饱了才放的。哇塞！真好吃啊！这里还掉一个面面出来，掉一条鱼在外面。还有贡丸啊，这是米苔木哎。米苔木它不太油。我快吃完了。它的是真的肉燥。那还要吃，那我还有想要喝水。爸爸刚刚就跟你说你的水要拿出来啊，你看你没有水可以喝啦。有水可以喝，再来一杯。应该关，再喝水。用这个太和工坊的水壶，好喝吗？好喝。而且还摔很多次了。喝汤了吗？算还蛮耐摔的。要喝汤了吗？对，我喝汤就好了。好。